公益棒球营2017撼动 File UP 公益棒球营之棒球队富邦悍将球星林哲轩、罗家人、高孝仪、陈品杰担任嘉宾，与小学员互动。报系资料周记者叶佩瑜摄影分享。富邦金控旗下富邦慈善基金会今天举行首届公益棒球营2017撼动 File UP 公益棒球营之棒球队富邦悍将球星林哲轩、罗家人、高孝仪、陈品杰担任嘉宾，与小学员互动。中职联队陈品杰联合报系资料照记者于成汉摄影分享。首届公益棒球营2017撼动 File UP 公益棒球营在台北大学三峡校区举行，邀请来自新北市恒山国小、永平国小与民安国小共90位小学员参与。富邦金表示，支持体育不遗余力，更是台湾唯一同时拥有 SBL 富邦勇士队、职棒富邦悍将队、汉城棒富邦公牛队的企业。这次特别邀请富邦悍将棒球队的球星，与这群喜爱棒球的小朋友们进行公益棒球营活动，希望透过球星的加持，在小朋友心中种下希望种子，点燃心中棒球魂。高孝仪表示，看见小球迷脸上天真无邪的笑容，很令人开心。在座的小朋友要记住这个打球的初衷，为自己的梦想持续努力。本季表现杰出的新秀陈品杰则表示，每场球赛都是展现自己的良好机会，比赛难免会紧张，但只要随时准备好，鼓起勇气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大家会有很棒的表现。结训典礼邀请到林哲轩、罗家人担任颁奖嘉宾，为小球员打气鼓励。林哲轩说，球场跟人生一样，难免有高低起伏，在逆境中更要保持拼劲，永不放弃的精神就是最好的运动家精神。罗家人则表示，职业选手的训练过程非常辛苦，但想到能站在场上与对手对决，就让他相当激动，也是他持续坚持的动力来源。